請問各位，咁今晚係打算將啲封信交俾我咧，定係你哋諗住拎翻封信翻去咧？下次再俾我咧。嗱，我頭先講咗正式書面嘅十號，然後十八號咧，我仲喺個論壇上高可以跟進。信咧就用信嚟嘅，現場咧就現場。咁啊，十八號咧仲有現場。我哋第九號正面回應現場回應，唔係要你寄睇封信嚟寄交我。我並冇答應咧，我只不過話我聽到你嘅聲音。哇！好偉大啊！我係咗你咁嘅人，多謝。多謝曬。各位同學，首先咧係即係交信啦，好嘛？交信呢，校長是會在九號就用翻信答翻公開，然後咧十八號咧就面對面咧我哋個 forum， 咁啊答咗之後咧，大家可以即係研究個信嘅內容啦，然後我哋喺十八號再傾好嘛？forum 唔係公開㗎，forum 唔係公開㗎，我支持。forum 可以唔好實名制嘅，你哋要 red 嘅喎。呢個 forum 咧，淨係俾嶺南大嘅同學。十八號的 forum 咧，係嶺南大學的學生同校長嗰個對話或者個論壇。我哋你回應嘅訴求，我哋有傳媒見證，唔係你講完啲咩，你可以唔遵從噶喎。你哋自己都去錄音，都去錄影啦，使乜傳媒啊？同學，十八號嘅 forum 咧，等住先。你有幾負責任喎？十八號嗰、那個。十八號嘅校長方喺個天幕下邊進行，嗰度咧係開放嘅。咁咧就到時咧，嗱，總之我哋會有一個 open area 啦。但其實咧，我哋最近同同事商量過，十八號嗰個咧，如果天幕之下咧，因為時間係三點鐘唔係五點六點啊，所以咧影響當附近嗰啲課室同埋老師嘅。大家唔上堂一齊嚟聽咯，所以但係。我哋可以去揀另外一個地方咧，就應該係再閉門，唔係閉門，呢個非常之公開。永安廣場，永安廣場，就呢度啦。我哋就永安嗰個廣場大門口嗰度，咪有個地方係喺個圖書館下邊嘅，就係嗰個地方最開放咧，係嘛？咪住！喺之前嘅所謂嘅一啲校長論壇入邊，我哋同樣有同學參與，我哋嘗試去錄影去直播呢一個嘅會議。但係當時你哋嘅職員係話：我哋唔同意攝影，請你馬上關去你嘅直播。你頭先講嘅，有冇可以應承我哋去俾我哋繼續做呢個直播？嗱，我哋其實咧有嗰個所謂個人私隱嘅問題。嚇！聽我講，聽我講。聽我講，當然啦，香港係有私隱條例嘅，個人私隱條例。你有冇俾個時間我解釋咧？你聽我解釋。你錄影嘅時候，你錄影我淨看，冇問題。但係現場嘅有其他同學或老師唔想錄影，你就唔影得佢。你唔可以錄影佢哋，佢哋唔同意，你唔可以錄影。但係咧，我哋冇問題，你咪錄咯。即係孫李大舅 OK 啊嘛？你意思係，即係孫李大舅睇你講嘢啫，都係你回應啫嘛。係 OK 啊，咁啊 OK 啊。跟住。我唔知道時你會唔會好似今日咁又得閒射下波俾隔離可能啊胡振東先生幫你答咁樣，咁你陣間佢話唔肯，咁我點算啊？其實呢個學生校長嘅公開論壇咧，係我哋大家一種對話交流啊，所以並非係公審啊，所以其實我哋冇圍攻你喎，所以我每次咧都要請我的同事，都是即係我哋管理人員、學術方面嘅為主，同學生方面為主咧，嚟到現場
在这个论坛之中呢回答问题。譬如刚才你说宿舍的问题，我最近一部分，那我到时我要征求当时的同事，不如我不可以代他答的，我你就喜欢怎样拍都拍没问题，但是到时问是吧，到时问 OK， 到时问，但是如果他们不想给录影你就不要拍了，我明白，你们都要尊重下其他人的意见，所以这个这样的论坛呢都是交流对话，除了校长之外呢其实有副校长啊、协理副校长啊或者其他方面的。好听吗？我可以交上名。我时间延长啦。你成日都说赶时间要走的。成日都说到这一点。你不是想我们的时间。是这样的。每个讨论都应该有个中意的时间的，如果不是搞到半夜咩係嘛？但係假如到時係有需要，我可以再加多少少時間，譬如半個鐘頭啊等等，冇問題。喂，你哋係精力旺盛啫，我冇你咁精力旺盛嘅嘛。我收錢翻工，我都有個基本嗰個權利啩。我冇 OT 錢㗎。好事有好事，做警察。校長、協理課長等等都冇 OT 錢。我哋唔係為 OT 錢而加班嘅，我想你理解。好啦，點啊？而家係咪遞信咧？我哋都成兩個鐘頭喎。其實我都肚餓，大家有興趣未？不如你拎封信给我们，所以我只能够这样。不如这样，那我们在这里，我们收信。
我哋收咗信，我哋自己睇。你唔使收信，我會發出嚟。喂，咁我哋不如約咧九號喺度一齊睇 email 好唔好？一齊等。一齊睇信啦！我哋約喺度一齊喺度等結果等 email 好唔好？星期一我哋五點就會喺度一齊睇 email。電郵係唔